考虑问题的话，反正你在那个班段，就跟你那个朋友搭了。我打你。八块钱的那你要买吗？Way is fake, in a way it is true。你上买个东西吗？我去弄了。你太灵光了，你照面没有弄了没？搬咗輪椅啦，唔唔開啊，兩椅啦咩？我攞唔出住啊！